我最近有点奇怪。我总是会想起在高林家的那些事，一想起来我就会呼吸困难，浑身都痛。我没有去找他就好了，我不是一个人就好了。晨晨姐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全身都痛，没办法呼吸？他用胶布粘住我的嘴，用胶布抱住我的手和脚。闭嘴！他不停地掐我，不停地打我。我明白，我也害怕过。在我知道我可能害死了我爸爸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大家都叫我撒谎精的时候，我也是在我害死了那个小女孩的时候，还有我再去准备结束我弟弟生命的时候，他终于说出来了，太好了，这算是计划成功了。根据你所说，可以初步判定有 PTSD 的迹象。我个人建议啊，找一位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治疗。王教授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怎么了？别吵。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沟通、应激，让他直面自己的恐惧。他逃了。
热气。饺子回来了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？